脚，我便给你，如何？就这么办吧。让我老朱去吧，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？为师若有邪念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死得好惨呐、啊，师父啊！死了就死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？谁死了男人不伤心呢？姑娘正伤心呢。唐嫣抹泪地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不能放！我已经放好了。哪里来的蛮子，敢在这儿放屁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这小猴子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人家两口子正睡觉呢。谁睡觉呢？我的师父和师弟。你师父和你师弟成了胎气，想是要生娃娃了。我老朱要生娃娃了，生了个大闺女。”求姥姥给我们大姐起个名字，赐名智深。我中听，我中听。小猴崽子，你少插嘴。这孙大圣一听啊，把脚一跺，叹了口气说：“烦死了。”